首先我要先谢谢刘董事长、刘领队，然后还有教练团可以带我进来这个冠军战。那一开始状况不是说那么好，但是教练团还是愿意相信我。然后在场上比赛的时候，也是谢谢十号队我们的支持，你们的加油声是我们的动力。然后最后谢谢我的队友，还有学长，就是他们在场上场下都给我很多的经验。最后我要谢谢你们，我是 Aeros 动力棒。